颁发的就是我们拿下第四名的队伍可以带走我们50,000元的奖金哦。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处长上台为我们颁奖。来来来来来，杨处长，你来帮我揭晓一下我们拿下第四名的队伍好不好？恭喜创新队。创新队在哪里？来，我们小队长请出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那我们创新队拿下的分数是700分，也是非常的优秀了。来颁奖，恭喜恭喜。来看向我们的摄影机，电军50,000，3、2、1，恭喜你，也谢谢杨处长，不错啦，不错。来，接下来第三名，哎呦，现在往100,000块前进了，往100,000块前进了。来，请问一下，觉得自己是第三名的举手。你们知道自己第几名吗？来，第三名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邀请的一样热情的掌声，让我们来欢迎陈总，欢迎陈总。来，陈总一样。帮我们来揭晓一下我们第三名的队伍。那个第三名是休闲队。哇，恭喜休闲队拿下的成绩是750分。我们请休闲队的小队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来来来来来，恭喜。我们第三名100,000元，哎，750分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一队的分数都很接近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比个赞，恭喜恭喜休闲队，也谢谢我们的陈总，美败啦，季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自己，长官没有自己对到自己的队伍，是不是？来，接下来第二名。亚军喽，吼吼吼，来到了150,000元喽！让我们掌声欢迎江总，欢迎江总一样上来，直接帮我们宣布一下，我们第二名是谁？好紧张，就剩两队了。我们第二名是科技队，恭喜科技队850分的成绩，请小队长来到舞台上。我跟你们讲，你就输在纸飞机，你只差50分哎！你纸飞机你们怎么射得这么少？对啊，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，3、2、1，啊，比一个赞，来，3、2、1，恭喜，也不错啦，虽败犹荣，也谢谢江总，最后。要来迎向我们的冠军队伍了，先用你们最热情的尖叫声，最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我们的李董来到舞台上，欢迎李董，欢迎李董，太开心了，今天大家真的都玩得很认真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李董帮我们揭晓一下我们第一名的队伍。确定吗？哎，你要换一队是不是？我们的冠军，来哪一队？创意队，恭喜耶！李董，李董很调皮耶！哎，公布一下，创意队的总成绩是900分，只输50分而已。来看一下我们摄影机。冠军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创意队太棒了！哇恭喜恭喜！